太高了。嗯。高了，看你看太那什么。这个，这是咱们的地是？这地呀、啊，啊，我老百姓。哦，咱这用巧克力的。给你整那个以前一段时间，没有正常时间的图片。这是前一段时间，看到没？我们那边出两个，因为是，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了。嗯、啊、嗯、啊，咱们看看根儿啥的。嗯、啊，看根儿，看看茎杆。这么高吗？嗯、啊，就长起来了。哪个是分界线？就看不出来了哈。看不出来了，你看这时候，你看，嗯，特别明显，这个，嗯嗯，就那时候特别明显。你们这边的玉米比我们山东高很多，这品种不一样。嗯，我看看这地方啊。你看那时候，你看的特别明显，那时候看的特别明显。一个道上就能看出来，这边咱们出两个，它这边没出。嗯。区分怎么？要实在不行，我就给那个人打个电话。就是分界线不对，我们也看不出来啊。来，完了咱们合影。对，就和用户和农民合影。对。问问他什么情况啊？21个。你看那个区分。能办呢。你看那个区分。嗯。这个区分，那个，你干啥呢？说，你看，站我前头，站我前看那个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做那长头那水玉米，玉米就一个头根在扎的，对。看那前面那区，对，这个能看。你往这来呗。那边没有这样的区，现在很少啊。你看再来看看分界线啥的，那分界线找不着了，不知道你那个老四，你看有点高矮的。看这个，咱们看看那根。这个你看这个，这边没有一样的。现在在地里看不出来了，关里头。对，你看这边没有这样的区根。我只是这边看着问题。对。好嘞。你看这连着这四个啊。嗯。这个，你看那个，那个根，你看那个须根多少粗啊？对。那个须根像啥呢？像八爪鱼的爪子。八爪鱼的爪子，那么老胖。这边没有什么胖的须根，这个须根没有胖的，你看那须根太胖了，对，就看这个。对